在车站，每天都没有休息，也就是我们全年无休。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才要求两轮一地日夜休。在这个夜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哦，长官铁路局局长完全没有给我们任何有诚意的回应哦，只是透过媒体哦，然后告诉我们哦要回家这样子。那我们认为这个日夜休过劳、工时过长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员工已经疲惫不堪了。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那我们怎么保证员工能够健康？怎么保证旅客能够安全？因为我们在中秋节前夕有提出诉求，然后员工就是考量到民众利益的状况，所以没有实施依法休假。但是我们干部还是代表实施依法休假，然后并且想要郑重的向台铁局提出我们的诉求，提出我们的不满，为正在工作的同仁发声。但是很遗憾的是，昨天整天整晚都没有一个站长以上的长官到现场来听听我们基层的诉求，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那我们由此可知，资方对我们台铁基层员工有多么的不重视，漠视我们台铁员工的权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到行政院这边来。那相信希望未来啦，很快就是可以得到资方的真正有诚意的回应，不要只是说说而已。好，请跟我喊口号：人力要补足，人力要补足，休假要落实，休假要落实，人力要补足，人力要补足，休假要落实，休假要落实，员工不过劳，旅客才安全，员工不过劳，员工不过劳，旅客才安全，旅客才安全，人力要补足。